回想过去的日子，捌吃过的粗食面，亲像稻叶，甜度的记忆，通常拢是暗暗的灯火下，归厝内忧愁的面容。所以这项菜，就安尼，让我对家己的记忆当中抹掉去。人生对这出发，心情也在这刻画，岁月中的酸甘苦涩都成做人生旅途最难忘的陪伴。邀请你到阵来感受台湾乌鸡嗓上真的人情味。暖暖詹文溪，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吴念真导演，原神出版社授权播送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正年头，外口炮啊放到乒乒叫啊，还阁唔起来？柯啊，柯啊，柯啊！阿爸在叫啊，紧起来啦！柯啊，起来啊！啊，真几点啊？要我六点啊？哦，早眠困较无三点钟。现花较巴结嘞。起妈，起妈，起来啊！天哥还袂光呢，人想要搁睏。紧起来，阿公在叫啊！搁唔起来，等下就红嘛。哦。小弟小妹叫叫起来，恁细细嘞去听你拜拜。阿明、阿芬，起来啊！爸爸，你较早起来哦。人讲初一早，初二早，新正年头未使睏伤晏。公妈阁爱款拜，我甲恁母啊已经起来舞一睏啊。祖家的规矩是正月初一的早起，全家拢食素，袂当擘着油车，一定要等到午时开始的十一点才会当开车。好啊，会使拜啊！啊，囡仔起来啊未？拢起来啊！伫洗手面，紧叫因来，恁老爸等甲坐袂调啊哦！姨妈，阮啊，要拜拜啊哦！
因过阿公阿嬷要伫咧时，这个规矩不只啊严格。初一透早，规家伙啊大大细细，都拢放对眠床顶乌乌起来，换衫洗手面，宽素菜拜神明拜公妈，上得来乖乖啊食迄道，早就已经冷去，而且甲几高妹食的比起来，会使讲是完全无滋味的饭菜。阿公阿嬷无伫咧了后，规矩煞变成一种形式。初一透早同款拜寿菜，毋过起来款拜的人变做阮老母，甚至上尾意思意思正淡薄的人嘛是伊，因为碰。阮老爸可能搁伫咧隔壁的麻雀桌顶，还袂落来。好，抓着好，搁走。主崩啊！规暝拢伫咧崩，互你崩到要发炎啊了。唉，一家烤肉万家香。甲检查一下啦，一定是头前因某的红内裤啦。哎哎哎，三年一轮好歹照呢，免得遐目空赤。啊，那囡仔人是伫眠床顶暖，一定要等到十一点过了后才要起来，因为迄个时辰已经会使开车。二九妹吃不完的稀稀巴巴，又搁摆伫桌仔顶咧唱的呢。会记起细汉的时，便啊拜拜菜款好，通常拢会听到阿母讲：“阿爸，会使拜哦。”后来变成柯啊，会使拜哦。柯啊是阮老爸的名。无想到，阮老爸过身了后，过当年的正月初一透早，阿母雄雄伫房间门口轻轻啊，甲我叫：“起妈，会使拜啊哦，你要起来啊袂？”伫迄一晚面，我才雄雄发现家己的身份已经无同啊，某种的责任感，甲毋知要安怎讲的厌恶感，互家己哪像完全无法度提示。一个就对眠床顶爬起来。哦好，等我一下，念咪好。我穿衫，洗好手面，走来客厅。阿香，给你点。我敬重点香祭拜。阿公、阿嬷、阿爸，还有咱老家的祖公祖妈，今仔日正月初一，阿母款一道澎湃的素菜，请您享用。也请祖公祖妈保庇咱五家全家大大小小平安顺心。在迄一打鼓，我才感觉在这个厝内，家己已经是正港的大人啊。外地的季节，迄个早起蒙雾，有个优美的气氛。冷冷的雨在外面点点啊落，远远的所在传来一阵一阵的炮声。厝内是阵阵香的气味。你敢你还记得你阿公也伫咧时，初一透早就雨乌乌起来。那会袂记住？过年上无爱哦，就是初一早，阿公七早八早就来咧叫人起床。凡事是惊吵到要咧困的后生、查某囝，也阁有新妇甲孙。阿母轻声甲我开讲，讲过去，讲记忆。毋过伊的话母已经对伊一向惯习讲的，恁拢毋知。我以早变作，你敢要会记住？
咱以前你敢还阁会记哩？咱以前初一早起拢爱食素，到中昼才会使开车。会啊，我拢伫眠床顶哦，暖到十一点才起来食豆。迄阵，阮两个人敢若毋是母仔囝，颠倒较像有一寡共同记忆的平辈共款。啊，你敢还会记哩？咱以前捌食过豆腰甲豆头呢。阮对食素开始讲起，做伙回想伫过去的年代捌食过，毋过到今已经豆豆啊袂记一个一寡粗食物。豆头我当然嘛会记住。豆头就是做豆奶甲豆腐出落来的豆粕，伊的来源有两种。我会记住以前卖豆腐的番仔，拢会顺续打来卖。嘿呀、啊，半卖半烧送。唔是正经咧卖，是安怎无正经卖？迄豆粕，若唔是摕去后背，就是市井生啊，无啥人要食。豆头的另外一个来源，就是厝边隔壁有人做豆腐了后，摕来烧送的。我会记起，较早咱都拢用菜，豆头嘛，干来当用菜。你敢要会记这安怎炒？简单啦、啊，啊，着鼎内下寡油落去炒，炒到水分打起的时阵，就差不多熟啊。刷落去，若有葱啊，着夹寡葱啊煮；啊，若无葱啊，夹寡盐，就会使上桌啊。是讲，恁敢会爱食？会啊，三不五时食一摆啊，嘛袂歹啊。豆头平常时啊无食食，所以口感滋味对囡仔人来讲，要阁算新奇，较袂排斥。有影哦，啊，不过恁老爸都毋是安尼想啊。哦，有一摆，伊收工回来，爸爸爸回来呀，收工啊。嗯，起码甲恁爸做一碗饭。哦、我先洗手面。爸爸怎会洗那麼久？你吃，我去看看呢。哥，哥，嘿，啊你怎会坐在卡桶旁边在妄神？唉，怎样？你看咱的饭桌上敢若应时啊，含炒豆头这两项菜尔，啊，毋是拢安尼。唉，一个查甫人，互厝内的人过即款日子，早就好去七八啊。哦，爸安尼讲哦，啊，你安怎个？我嘛毋知要讲啥，敢若会当陪坐点遐好。恁老爸哦，这世人有志气，就是敢那欠运气。啊，若讲到道孝，若毋是阿母讲起，我都有影完全无记得啊。你完全无印象，菜头仔的孝啊。洗澡那饭啊，叶叶啊的纹哦，足粗，慢转来爱先染掉。真正无印象呢，你拢安怎煮？爱用水洒好洗，了后再搁淋盐，滴几滴啊油，会使煮汤啉，嘛会使煮菜皮。哦，一行就是豆菜哦。啊，我想起来啊，迄叶啊足粗的，袂输咧薄草咧。想起来啊吼，恁细汉的时拢袂爱食这项菜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我会变巧，先小夸炒一下，倒水落去，煮好滚了后，淋番薯粉汤加，互恁搅饭食。囡仔人其实真敏感，变啊食着豆腐，就知影厝里散。所以饭碗捧起来，目屎就强要流出来。
无想要食豆腐，就怕食诶。这个时阵，阿母通常会起性地骂讲：“唔食要好死，点出去去做好野人的家己啦。”咸菜是因为豆菜甜地忌地，通常拢是暗暗的电火卡，规厝间忧愁的面容，所以这项菜早就让我对忌地的摊底经出来淡意上了。不过阿母并无放袂记住，迄个正月初一的早起，伊讲：“你拢唔知哦，我安尼甲你骂的时阵，其实我心内嘛在哭。恁敢知影？恁哭的可能敢那是一顿饭，啊，我是咧哭明仔载、后日，还阁有未来久久长长的日子。我甲恁老爸到底是毋是有能力会当甲恁饲大汉？”豆头豆叶比起来，红红菜的基地就加足好食，嘛加较欢喜啊！当年庄林的红红菜唔免用钱买，山顶买就有。我上会记住的是红红菜。哦，是安怎上会记得红红菜？你拢会叫阮挂菜篮啊，去你山顶买啊！有影得着。红红菜一般拢生伫唔啊草埔内面，阴阴湿湿的芳，迄种所在上熬蜜蛇，所以便阿母讲：“起妈，下暗无菜啊，去买挂红红菜转来。”好。需要一定会换另外一种关爱的口气，甲阮吩咐：“炸一支棍啊，先甲草埔拉拉咧，唔通叫蛇咬着，我甲你讲。”阿芬。你挂菜篮，阿明，你炸滚啊！好。平常时，阮老爸老母拢不准阮走去哩山顶，独独采茶、甲挽红红菜时阵无禁。所以，尊公听到暗时无菜时，难免有淡薄仔讲袂出来悲哀。不过，当当手挂菜篮，伫黄昏的日头下，走向山边的时，总是有一种共同为这个家来牺牲的悲壮感。野生的红红菜通常会酸甜，我拢干阿班头前迄扎的幼苗啊，较老的梗留咧，互伊补新的叶。阿明，你看这丛，哇，有够大丛的。阿兄，菜篮已经甜啊。对哦，安尼，咱来办气泡食。好。运气若好，可能会找到一大撮的红红菜，三两个手就挽甜甜规菜篮，种出来的时间就会使用来找气泡。一种生伫大树的顶面顶的红梅啊，也是乌龟啊根做四修啊，也就是野生玉桂树的根，气味真重，香香甜甜。红红菜嫩个油真好煲，用炒的好食。啊，那用三个，离火打了后，淋蒜头、豆油加一点仔油，悄悄的嘛好食。尊公菜食了了，盘底姜色的菜汤淋伫饭面顶，佫靠一种特别的水，敢那迄款色水佮气味，挺好佮予你白一碗饭。我想到一件代志，什么代志才好笑？你敢会记得有一摆，阮去你山顶找红红菜时，
当当我甲目睭周围马草掰开的时，目睭前熊熊出现两个薄青衫裤、白色色塔子花在震动的身躯。因两个反射是互我惊到，动作虽停起来，唔知要安怎，目睭裂我金金上。顶面的查甫人是隔壁的阿伯，下面的查某人是住伫离阮厝较远一厝内一个人家的太太。阮三个拢无话无句，现场是十分的平静，敢若听得到暗头啊的风吹过粉仔草的声音。后来咧，后来我看到迄个查某，甲头我去边啊，敢那咧迷我呢。阿伯喘一步，但气较顺了后，才开嘴讲：“你免惊，阿伯不过是咧甲阿姨煮虾，特别煮好啊，你唔好看，先转去。”迄时阵，我应该还未满十岁。什么都唔捌，回到厝也唔管外面一群人，竟然佮阮阿母讲：“我来山顶拄着阿天阿伯呢，伊咧替珍珠阿姨煮虾，两个人拢无穿衫哦。”会记得厝外所有人表情就亲像头拄啊迄个阿伯同款，眼眼甲我看。你乌白讲，囡仔人白惨。我受气，大声嘴嘴：“我无白惨，不信。”阿伯回来，你问伊，我真正有看到，伊个爱，下起即我话还未讲完，阿母就冲过来，甲我的嘴按咧，硬甲我揪入去厝内。进来啦！阿母的表情无像真正咧生气，颠倒甲像咧禁开，也是忍咧唔敢笑，规个面涨甲红滚滚，不过犹原大声讲：“你死囡仔是咧乌白讲啥？”凡事是因为已经饮过了十冬，搁定听一摆了后，阿母已经挡袂住，大声笑出来。伊笑到目屎拢流出来，一抽面纸一直笑，笑到全部的人拢互吵起来。母啊，你是咧笑啥？笑到遐激动？想袂到阿母煞足定着，甲应讲。我哪有在笑，我是在哭。恁阿兄在讲伊只竹山，咱只豆头甲豆菜的故事。今仔日的广播剧《野菜》，饮几十冬的笑甲目屎，是由吴念真原作，罗江书编剧，何玉华台语教情，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，阿母林培英演出，大汉的阿钦张国伟演出，细汉的阿钦陈怡如演出，小弟苏信武演出，小妹陈安怡演出，少年阿母黄耀安演出。
阿爸关开心演出，阿公正定型演出，阿妈林美丁演出，脚卡陈尚贵、黄凤仪、王家仁演出，厝边的阿伯林美丁演出，厝边的阿姨黄凤仪演出，大汉的小妹李培文演出。出心来感动，阅读高念真感想全民定文入选作品欣赏。作者张婉如，图念孙锦书。野菜憋了几十年的笑与泪，他熬干，一开始看到。野菜憋了几十年的笑与泪的片名，我有讲是梁静老师要写伊细汉的时阵，厝内就算吃只好吃野菜，规批读煞了后，煞毋知是要笑，也是要哭。古早古早，寒食食袂饱，文章内底先写到迄个年代，一个家庭为着生活，只好带囡仔四界去挖野菜。回去家裡之後，經過阿母的料理，有時候就吃做一頓粗飽。在文章裡面有一次過年的初一早上，念經老師寫到跟阿母的衝突，因為他不喜歡豆腐的滋味，不想要吞下去，又加上豆腐很粗絲，根本很難落喉，常常都是感到眼淚把吞下去。看到他這樣，阿母就会起性地骂因，唔只咧枵死，投胎去做好野人的事实啦。大汉了后，因才知影阿母心肝内满腹委屈，想着生活的无可奈何，逐天干那有法度给囡仔食豆腐甲豆头，看会着一顿，看无后一顿的日子。虽然阿母是受气咧骂因。心肝内煞是滴落心酸的目屎。念经老师的文章总是会予人看到毋茫的未来。头几段是讲因真艰苦的日子，后几段就常常予人看了有想要笑的冲动。大人常常讲囡仔有耳无嘴，彼时的伊一定感觉大人的世界莫名其妙。明明伊讲的是事实，大人却因为伊是囡仔，用一挂奇怪的话语去阻挡伊的奉献，讲因为安尼去和大人讲伊是白贼七啦。十几年了后，伊嘛大汉啦，阿母甲伊讲起迄段往事，阿母挡袂掉笑出来，总算是幸好念经老师一个清白。虽望是看起来足艰苦的过往。煞伫讲到迄段阿伯注射的笑话当中，放下迄时食野菜的心酸，甲阿母做伙笑笑继续过日子。现在的年轻人只能够读书，一句台语都说不好势。谁说的？我虽然不是跟他坐会，老台语也没什么大问题。乱乱咱们去，教你安怎说台湾话，欢迎收听台语教室。好，来继续进行咱今仔日台语教室的单元。这个单元主要目的是要邀请咱空中好朋友大家做伙来思考
花文翻作台语的时阵，要安怎讲较好势？虽然伫每一节的台语教学单元，拢会邀请咱成功大学的同学，也够咧台语专家来到这部现场，甲大家做伙来讨论花文要安怎翻作台语。所以今日欢迎今日两位来挑战咱成功大学的同学，两位拢是台文研究所哈。好，第一位是柯培敏，培敏你好。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培敏。另外一位是林文晶，文晶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晶。也今日来到现场，甲咱指导的台语老师是台湾歌词协会理事长萧丁春老师。萧老师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感谢萧老师。另外，阁两位提供翻译参考的台语老师哈，是咱理工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老师，也阁有台湾基西民发起人。大教台语文促进协会理事吴夏美老师，好，顺利去，再来进行咱今日第一个题目。初一一大早，全家大小就被从床上挖起来，漱洗更衣，素菜祭神祭祖。初一一大早，全家大小就被从床上挖起来，漱洗更衣，素菜祭神祭祖。好，计时一分钟，请讨论。车站好，安尼讲刚好势，咱请徐老师甲咱指导一下。初透早，咱作者你讲的迄个代志事，透早就出门，哦，迄透早，全家大细，哎，规家大细拢无要紧，哈，就防对面床卧起来，卧起来，迄、那个起来，爱轻声，哎，请讲。伊四字素食更衣，我来甲翻作洗灯换衫，啊，当然洗手面、洗脚手也是会使啦吼。啊，换衫裤，啊嘛是算真白话啦吼。啊，祭神祭祖，我有咧讲，所以我就直接甲翻作祭神祭祖，啊，拜神拜公妈，迄、那个公妈嘛是会使讲祭祖啦吼，不过祭祖较阔。好，感谢小老师的解说。所以今天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翻译。先来听陈芳辉老师。初一透早，规家伙就予人对眠床顶卧起来，洗面洗嘴换衫用菜洗，拜神祭祖。所以其实吴夏美老师。初一早起，规家伙就予叫精神，起来洗面洗嘴换衫，款青菜来祭神祭祖。好，和咱空中好朋友跟咱的同学来做参考啊哈。算来去进行咱今仔日第二个题目。某种责任伴随着些许莫名的荣耀，让自己似乎毫无推脱的余地。某种责任伴随着些许莫名的荣耀，让自己似乎毫无推脱的余地。好，赶快计时一分钟，请讨论。无底下体啦。无底下体后壁处理啊，互家己哪唱无底下体，啊，毋过头前迄边哪讲？好，时间到，请讲等。哪唱挂一款莫名其妙的阳光的责任，互家己无底通下体。好 ，OK， 请徐林春老师甲咱指导一下。我再搁讲一遍吼，就是讲那是台华共同事。对台语甲华语拢有咧讲，因为在教育部诶书店，台语书店已经渐渐咧增加台华共同词，对台语甲华语拢有咧讲诶。啊，即款诶词，咱也是老咧，啊，也是讲要对照可能较好讲，像讲莫名其妙，啊，都有咧讲莫名，啊，咱就直接用莫名就好啊。啊，应邀我听柯小姐咧问请安的话，我像是教会人了。
伊讲伊毋是，普通一般教会人拢，伊可能小都，伊可能拢会讲平安，较济啦吼。啊，像讲迄应邀伫教会内底足常用诶，哦，就是讲伊这事无算遗憾啦，哦，啊，体托下体嘛是会使，哦，体托较歹胖诶是伊地。伊地你若讲伊地可能较无代志诶语感，啊，我就讲后部，我家己敢若拢无提托诶后部，规句安尼安尼讲，我将面对着一丝仔莫名诶荣耀，我家己敢若拢无提托诶后部。好，感谢小老师诶说明。所以赶快来听今天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，先来听陈鸿飞老师。某一种带瓜莫名应邀的责任，和家己敢那无法度下体。所以去王黑米老师，有某咪责任卖担，佮挂一挂阴光，迄款感觉真恶形容，就安尼家己完全无法度借口。我咱讲到好朋友甲咱的同学来做参考啊哈，佮再上来去第三题目。切碎略炒，加水滚开之后，淋上番薯粉做成羹。切碎略炒，加水滚开之后，淋上番薯粉做成羹。好，计时几分钟，请讨论。含几分汤羹，倒个水，加水，加水就好。加水加滚，加滚，切到出，切用切到上头个。一下切到切。哦哦，你别安尼哦，好用切了。好，时间到，请讲等。切好脆，料啊炒过，加水然后滚了后，三瓜番薯粉牵鸡。好，安尼讲够好势，恁请萧丁春老师给咱指导说明一下。切甲剁无啥共，剁是较大力。啊，普通那菜是用切的尔，骨头这样剁的啊、哦。啊，切油留啊炒，添水下滚以后，还是了后，那无要紧。搁拿番薯粉来牵鸡，哎，牵鸡真水吼，牵鸡来啊，但是讲番薯粉做成羹，做成啊，就是以我教育的意思来讲，就变作。搁拿番薯粉来做羹，来牵羹，牵羹是一种动作，一种动作。啊，做成羹是一个结果。嘿，爱做羹就对了。嗯。来做羹，嘿。好，多谢小老师，赶快来听今天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。先来听陈鸿飞老师。切好幼幼，料啊炒，加水和滚了后，三瓜番薯粉牵羹。搁再来是吴黑米老师，甲剁好脆脆，料啊炒一下了后，添水甲香火滚，刷落来，掺寡番薯粉，正做羹。好，互咱空中好朋友甲咱的同学做参考啊哈。刷入去第四个题目，豆叶伴随的记忆，通常是暗淡的灯光下一屋子的愁容吧。豆叶伴随的记忆，通常是暗淡的灯光下一屋子的愁容吧。好，赶快几分钟，请讨论。回出来油头甲面，我想要后边开始看。你讲回出来油头甲面啊？暗淡暗淡的。你哪要唱歌？暗淡暗淡。好，时间到，请讲蛋。稻叶甜地基地，假是暗淡的。电话下底，归处来油头甲面的款。好，咱请小老师给咱指导说明一下。假是留啊有这个反射可能的意思，啊，即通常是一般的，还是较通常？我拄仔讲的，就是讲台华共同事，哎，台语有咧讲，啊，华语嘛咧讲，啊，通常都嘛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免挑工去甲翻做无同的啊，特别的迄个台语词啦吼。通常是暗淡的灯光的
贵族间的修养，诶，忧愁的面容，当然你要甲翻作较白话嘛是会使，啊，无嘛是会使哈。咱若听流行歌，嘛是有这个修养的事。迄、那个头前迄句咧，豆叶伴随的季边那个。哦，伴随的，哎，恁记忆真好，都正已经讲过哈。啊，我你就随用着哈、哦，就讲甜对，豆啊叶，甜对的记忆，豆啊叶，豆叶，你若加一个阿嘞，靠迄固定意义的语言出来，豆啊叶甲豆叶可能。听到人会感觉不同。拄只背面的意思是讲摇摇迄个爸，迄、那个爸要安怎讲？无，咱自己毛是咧讲爸，即摆叫迄个唔是干阿爸，你讲尔，迄个陈妈嘛咧讲啊，安尼吗？哈、哦，咁安尼吗？啊，陈妈妈嘛咧对你讲啊，阿爸嘛咧讲啊，爸嘛咧讲啊。啊！若你若咱若无讲爸，就爱讲，规处境的修养啦。好，这个爸的用法，互咱肯定好朋友大家参考啦哈。好，所以现在来听其他两位单一老师的讲法哈。先来听邓宏伟老师。对豆啊叶留落的记忆，通常是暗淡天光的规处境忧愁的面容啦哦。好，而且咱邓宏伟老师用无同的方式来表现这个爸哈。所以去，咱来听吴黑米老师。一年年，那有面头啊，许个时，敢那真素上，大家面拢好嘟嘟，那电话光亲短短。好，三位老师的讲法，那无啥共款哈，和咱肯定好比有和咱的同学家己哈，会当去做一个选择。好，搁再说来去，今仔日上尾一个题目。手拿篮子，迎着夕阳的余光走向山边时，总有一种共赴家难的悲壮。手拿篮子，迎着夕阳的余光走向山边时，总有一种共赴家难的悲壮。后来计时几分钟，请讨论。我听你怎么讲？寒呐，得爱加小金嘛。啊！这两天人家出节吼。这。好，时间到，请讲答案。手寒呐，哈西照子的光，行山脚，拢有一款规家伙啊，共行共命的悲壮。嗯，听起来袂歹哦，请秀玲春老师给咱指导说明。迄、那个前往家人共赴家难，这真正无好胖。一个族群有一个族群。固定的观念，咱较无共赴家难这个概念吼，啊，就是拄则讲的真好，啊，你若要甲翻作台语吼，爱落落长啊吼，啊，所以我是甲讲前往家难就好，家难伫流歌嘛捌讲过，捌唱过吼，啊，手提篮，手掼篮还较水吼，迎着夕阳，迄夕阳。我大声是翻作无色，因为淡水无色，但是无色感觉怪怪，因为无色那是黄昏的色彩，啊，所以我是讲日头落山的光线，光线尾流，那个余光，因为要搁顾虑到那个夕阳的余光，那个余光那个较歹拍，啊，所以就讲光线尾流。走对山边的时，总有一种前往家人的悲惨向状。啊，我的处理方法就是讲，像讲悲壮，悲壮，咱都不讲出来，无人听。所以会当个加变作两个加翻译，变作悲惨向状来固定伊的意思啦。语言是经过耳腔啊。你若有较侪音，伊就跳。好，真感谢徐老师将你详细说明。继续来听其他两位台语老师的讲法哈，咱来听陈宏辉老师。手提篮啊，面对黄昏日头尾，行往山边的时，总是有一种规家同吃苦的悲壮。
送你去吴黑米老师。不过在黄昏暗在落山的时候，日头光处处照过来，手捏汗拿，每摆都感觉真悲哀，嘛真勇敢。厝里有困难，通同齐面对。好，邵宇老师的见解，予咱空中好朋友，予咱同学大家做参考哦。好，今天就非常感谢两位同学，也给我咱的台语老师萧宁春老师，感谢。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扮演阿母的林培英，我是扮演阿琴的杨国伟。今仔日的节目听煞，唔知恁敢有啥物想法、甲感受，想要甲阮讲？欢迎你就阮的网站留言分享，卖在写问卷对阮表达支持。我有准备一挂小礼物要收送，欢迎你做伙来到老嘞。请就咱们K电台详细了解。自然反应就好笑，自然反应是好笑，不然等下被下架封。非常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暖暖专门客节目。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嘉宾主持。感谢吴念真导演以及原神出版社授权制作。萧凌春、陈鸿辉、陈木金担任节目顾问。后一集咱们播送的作品是《精批》，欢迎准时收听。咱后日拜日同一个时间再阁继续空中再会。我的记忆，我的记忆，以前买豆腐的番啊，卖豆腐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卖豆腐，卖豆腐。我的记忆以前卖豆腐，对不起。入来啦！你死囡仔是咧乌白讲啥？你妈妈做文字。
笑啥？笑到遐激动？这是你原来的声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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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